最后一分，看谁能够顶得住，可能谁内心更坚定一点吧。因为真正到第七局，你很难说还有什么技战术可言了。这届奥运会其实上一场樊振东跟林茹的比赛也是打到最后一局，其实也最后那一两分球，可能跟其他比赛以往别的比赛确实有所不同了。因为奥运会每个人的梦想，每个人不管落后多少都会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分。可能如果在公开赛的时候自己真正2-0领先，第三局第四局都是领先的时候，有可能对手有可能就放弃，或者是这种心态上可能给的时间压力他就已经崩溃了。但这样的比赛没有人会放弃，所以这就是奥运会。其实比赛肯定有好有坏的发挥，当然最重要是能够赢下比赛，你在有下一场的比赛当中你才有机会调整嘛。当然其实自己今天赛前也做好了这场困难准备，尽管赢了奥恰很多次，但是我知道这次将会非常困难，因为能够打进前四肯定他昨天也是0-2落后，8-4、4-8包括1-7落后能够赢回来，肯定说明他的状态非常好。然后自己也赛前也做好了困难准备，其实第一局自己4-8落后能够赢下来，包括第二局其实打得也还挺顺利，我觉得2-0领先以后自己还是把握了主动，但在3-4局这种领先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侥幸，或者说是有一些想赶紧赢，追一些进特别是计划球东西上处理得不好，所以给对手又喘息了机会了。是这种所有外国队选手里对于比赛胜利渴望最强的一名运动员，无论他落后多少，包括他有多被动在场上，他都是想着办法去一分一分去咬，包括每一次比赛可能尽管之前赢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比赛他都有新的这种技战术，还是想办法去战胜你，所以这就是奥恰洛夫。我觉得他这次他每一次这种大赛其实从12年到16年到这次，我觉得这种大赛他就是大赛型运动员，其实他发挥非常稳定，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队这种主要的这个对手之一，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再加上很强很坚定的意志品质吧。其实在2020年那个德国公开赛的时候，自己其实当时就接他这个发球接的就不是很好，但尽管那场自己还是赢下来，也是2-0领先，然后3-4局也是领先没赢下来，然后但最后4-2赢下来。其实那次接到这个发球就感觉会有些不舒服，但是这次比赛确实也还是这种跟自己想象会有些不舒服，所以可能在未来的比赛里对于这个发球可能还是自己能够要再注意吧，或者是加强吧。去战场的，所以我希望真正决赛当中自己能够享受吧。